当小青拉着小秋与战神东打太阳基地，却遭到了战神东的拒绝，这可把小青气坏了。不想和你剧情啊，我老是要照顾你去了。你去地球，你赶紧去地球！妈的，我跟小秋，小秋跟我。然而叶子深知战神东的狗打法，所以并不愿意跟他一起。小段，你赶紧滚过去啊！可当跳下飞机后，却发现跳往地球基地的足有五六队，吓得战神东立马改变了方向。他们那边人最多，星哥，你看他们那边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三队四队。都还有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小青在将主楼的敌人清理完后，随即便发现跳到外围的战神东躲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见师弟小秋已经过去了，立马便指使师弟冲。小青队友这徒弟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上上上，我卡半天了，我都不敢打。无奈小青也只能传送过去，在打敌人的同时，耳边却传来徒弟战神东让小秋冲上去，自己负责断后。快快，小秋，冲正中，我在你后面，不要跑。然而小秋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直接便与敌人火拼到了一起。还好师傅及时赶到，这才从敌人手里解救了小秋。而作为三师兄的战神东靖还对师弟说自己都不敢上。小秋，我考半天我都不敢上。这时小秋才反应过来，非得等我来是吧。然而战神东此时却只顾着加血，丝毫不顾师弟的死活。无奈还得是师傅拉起了小秋。战神东在加完药后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。小东，我走了，那个我不和你们打。主楼，主楼有两个人，你得配合我们。谁知一转眼的功夫，战神东就被嘎了。这让作为师傅的小新很是无语。那他妈的，这死得太快了，刚还在呢，人刚还在，下一秒就没了。小秋来我的。再借着虫洞的传送，小新在主楼的上面发现了三名敌人。与此同时，拿下地球基地的叶子也赶了过来，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，很快便将三名敌人解决了。小秋赶紧过来，我叶子已经来了。就在三人将太阳基地的全部敌人击杀后，战神东也在此时开着老爷车赶到了这里。随即便埋怨起他们瞎爆点，战神东不愧是战神东，自己冲得那么快死了都能怨到别人。哎，就怪你们给我爆的什么点，我传过去还来给我爆个点。传过去给你爆点，我就是想让你跟着我一起打，谁让你不拉秋子，你这不就应该拉秋子的，你他妈让我拉。你还不拉秋子的你。我操，想跑。啊，你他妈来了。没有，是刚。由于叶子是从地球基地打出来的，所以并不缺装备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小新便带着叶子先走一步到 N 港搜686。走了叶子，咱俩走了。让他两个人搜。Oh, okay, okay. 可万万没想到，师傅让他们搜装备，他们俩竟把太阳基地搞成了菜市场。为了一个人机，差点把太阳基地掀翻了。不可能有人！前方有危险！有人我不打了，有人不要打了。没有人有地点。走！我不能复活了，小秋，你别整呀，这把没有开人头。那劈了人家，人家两个人。开人头了，开了，开了。那个、到底什么玩意儿？开了，可以去打，但是人机。哎呀，我跳。到底什么？死不掉的。我这里有物资，不能死了。我刚才瞄点那里，那边有危险，那边看到没？太阳基地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两个人呀、啊。地点，那是人吗？那他瞄的是盒子。我骂人呢，小秋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还有两把喷子，小秋。我这里有物资，小秋，你来复活，我带你去打。我真不骗你。不，走，去找他们，走。这把看人头了，这把看人头了，你又复活，赶紧去干不？看没有？你干他。你帮我落下去啊！实在忍不下去的小新立马闭起了麦。哇，真吵啊！这他妈打个人太吵了，家人们，他俩他妈组合起来，不得他妈电脑都得砸了呀！至此，小新也给他们俩的组合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。这一组合啊，哼哈二将，天崩地裂。你狗嘛，妈太阳都不能开了，还搁这蹲着。小熊封烟，封烟，我再敲个雷，敲个烟，我求敲个烟。打两个人真的得费老大劲了、啊，说那些话真的。这给我吓一跳，谁教你这么我真害怕他们死啊。话刚说完，战神东直接一个手雷竟把自己炸倒了，顿时让作为师傅的小新一点脾气都没有。完了，你看完了完了完了，东哥你在搞什么啊？这一颗雷他妈给自己别打，小秋快退回来，我不能不换小秋、okay. 我操，给自己炸到了这一雷。敢救我呀，敢救我呀。我这个雷已经给他炸残了，知道吧？又来两个，赶紧走了。你是不是打了两天就死？你又扯，打了一梭子才死的。我这里有物资，走走走走，打药走。作为师傅的小新真是又当爹又当妈，不仅要担心徒弟们的安危，还得负责给他们搜装备。咱带也放那里了，一人一把喷子，咱带也放了，有狙吗你们？小新在伺候好了两位爷后，随即便与叶子一起去找人了。在转到核电站时，终于发现了敌人。OK。就在这时，也不知战神东哪来的勇气，直接就喊着小秋一起满过去。一点，小秋给他干了，上飞机我直接压他。自顾不暇的小新也顾不得两位爷了。就这样，两位爷直接给敌人送了拨人头。干他干他喷他。疯子。自救起来的小新立马招呼叶子撤离，随后便在对面的房顶停了下来。脚下这么多人，你他妈干对面。你疯了。
对面那个窗比较高呀，现在不是能偷我们这边的。脚下这么多人啊，我自救器都用啊。在补好状态后，二人又迅速的折了回去，在途中的一处炮楼停了下来，正巧赶上敌人在混战，小心随即切出了大炮。在灭掉两名敌人后，小新立马带着叶子冲了过去。你下，先给他打八点分。在将外面的敌人击杀后，二人又一前一后，直接将最后一名敌人困在了大仓里。牛逼！此时飞机已经失效了。二人在驾车路过一处小房区时，发现了里面躲着的敌人。小新在掐雷排查敌人的位置后，便立马冲了过去。在与敌人四目相对时，敌人吓得直接躲回了房后，却被其他的敌人击倒了。小新便果断地出手将人头捡了。还有一个。只见小新在确定了敌人的方位后，立马便冲了过去，在与叶子的配合后，也是成功地拿下了敌人。在打到最后一对时，师徒二人以二敌三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拉锯战。当二人打到只剩下最后一名敌人时，叶子不幸被敌人击倒，但在小新疯狂瞬狙下，顺利地赶在叶子被淘汰前解决了敌人。小金，骨头，他怎么在这趴着呀？我怎么可能让他来补你呀、啊？在我手上，乌烟魂呐、啊，铁的！我操，帅不帅？帅，帅的话把帅扣在我的脑门上。